告诉我，是不是因为草莓花？孙燕，我知道你的心里很苦，你把你的苦倒出来，让我跟你一起分担。木兰，其实我一直在瞒着你。我从香港回来，就已经找到他了，和他在一起了。而且，他现在又怀了我的孩子。孩子要是生下来，曾家必须要认他，也要认这个孩子。一句对不起就了结了吗？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可以道歉的。我对天发誓，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，只是我一直爱着曹丽华。告诉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管曾家认不认他，我也要忍。我要让曹丽华做我的太太，要让她为我生的孩子姓曾。事到如今，你必须得忍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家？所以我要向你说对不起了，木兰，我要向你道歉。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千万别把这个秘密传出去，我还不想让我爸妈知道啊。你怕什么？既然做了，你还怕什么？不是我怕什么，我是怕曹丽华受到不公。这两天她就快生了，我赶快去照顾她。是，我高兴啊，我要做爸爸了，我先走了。不怕不怕不怕，再坚持一会儿啊！你想想，十个月都熬出来了，还怕这一会儿啊？少爷来了，孙爷，丽华，孙爷，丽华，孙爷，丽华，就好了，忍着点，丽华。这什么呀？哎，这是青铜器，绝，晚商的，值钱吗？要是对的话，起码得万八千两银子。哎，少爷，母亲，
您看中那座王府花园，怕是要飞了。谁呀？这是敢跟咱们牛家相争？是啊，谁呀？姚家呀，一个臭开药铺的，算什么东西？哥，别那么说姚家。说说怎么了？莫非你还真要给姚家当姑爷去啊？要不是因为你名声太坏，我早当上了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越来越不像样子。就是，牛家的名声怎么就不好了？啊？村里的人都排成队，谁见着我不是恭恭敬敬的？啊？如果名声不好的话，能这样吗？你是你啊，生在牛家，长在牛家，你是牛家的儿子，怎么长别人的志气，灭自家的威风啊？老大不小了，老是不懂事儿，让你去约徐小姐看电影，怎么老是不去啊？跟你说正经事儿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拉屎去。同意，你去姚家，你告诉他们，就说王府花园牛家买了，别让他们跟着抬价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帝妃啊，你知不知道牛家要买王府花园？知道。怎么了？知道了还去谈，这不是故意搅和吗？在这北平城里，有谁敢跟牛家争？你就不害怕？怕什么？哼，牛大公子，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值得我姚迪飞害怕的？啊，牛公子，买卖自愿是受法律保护的。牛家想买，姚家也想买，那就要看主家愿意卖给谁了。你还敢插嘴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无非就是姚家养的一条狗。你，迪飞，慢着点，别吓坏了二位少爷。姚家的狗也比牛家的人懂人事说人话。刘公子，你在侮辱别人的时候，同时也在侮辱你自己，明白吗？你还敢教训我？受教训也许是你的福气。哼，咱们走着瞧，看到底谁教训得了谁。我不和你们说别的，就说这花园，告诉你，这王府花园牛家买定了。晚了，合约已经签了，房契和地契都在我手上，王府花园已经是姚家的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那我们就要看看你的家搬得成搬不成。你们牛家人怎么那么霸道啊？那天我哥回来一说，我爸听到了都快气坏了。莫愁，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别混在一块儿。我可以不混在一块儿，可别人可以吗？你是牛家的二公子啊。你生气了？我当然生气了。你哥还威胁我们说不许我们搬家，真是岂有此理，这都让我感到丢人。你说莫愁，这以后咱们两个还怎么交往啊？莫愁，别因为我哥和我家跟我分手好吗？那我得看看搬家那天会发生什么事。莫愁，你放心，搬家那天不会出问题的。不着急。哦，好，果然是气度不凡。哎呦呦呦呦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快请，快请。上上，快快。许先生肯赏光来我们寒舍，哎，我们真是受宠若惊啊。是的是的，简直是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啊。牛先生牛太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嘛。我在南京时
就久闻牛家在北平的势力和气魄，今天亲眼见了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我这次奉命来北平，主管北方的财政和金融，还指望牛先生、牛太太多多指教啊。哎呦，不敢不敢。只要徐先生用得着，用得着我们牛家，没有二话呀，赴汤蹈火，我们在所不辞。对对，客气客气。今天我来是陪女儿来的，你们是知道的，我是不怕别人的，单单怕我这个女儿。掌上明珠嘛，哎，对，他也一样，可不，彼此彼此，哎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、啊。牛怀玉怎么还不回来呀、啊？你说这孩子，哎，少爷，里面请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怀玉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这个孩子，许小姐来了半天了，陪着说会儿话，来坐下。对不起，我没工夫，我要看书去了。怀玉，怀玉，你看什么书呢？借给我看看吧。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你说行了，妈，你们让我娶小姐，我告诉你，这绝不可能。你们家趋炎附势我管不着，可我不会同流合污，更不会跟你们一块仗势欺人，让人指着脊梁骨骂。放肆！你放肆！这孩子不长，让你见笑了。真是对不起您，你说这么太不懂事了，这孩子这么大了还耍小性子。好，好啊，这门亲我认了。哎呦，难怪我女儿看好他了。现在我也看好他了，牛先生，牛太太，我们身在官场多年，不用说，这心里都清楚，肮脏龌龊之人比比皆是，我看得多了，也看得烦了，现在只想把女儿嫁给一个干干净净之人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干干净净。不长高见，高见啊！可你们能做得了公子的主吗？能，当然能。这婚姻大事，那我们不做主，还能由得了他？是是。未必。怀玉，这门亲事你一定得答应。找个有权有势的岳父，保你受益终生。这个不信你问问你爸爸就知道了。当初你爸爸在山东聊城，就是一钱庄的小掌柜的，凭着你老爷的帮助，平步青云走到现在，成为京城的财神爷。这话一点也不假。怀玉啊，我的话你不听，父亲母亲的话你可得好好的听听啊。你别以为这样就没人敢碰你爸爸，这官场的根基是攥在别人手里，要想保住位置就得找靠山，靠山靠住了，这官才能坐稳了。现在是天赐良机，许家送上门来了，哪找去啊？只要你答应这门亲事，以后就更没人敢碰咱们牛家了，懂不啊？啊，听母亲的话。怀玉，你也不小了，该给牛家出点力了。
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定什么？让我牺牲爱情去找靠山，这绝不可能！你这个混账东西，我真替你们丢人！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上哪儿去？老爷，啊，老爷别动气，这是看看你爸气成什么样了！父亲，母亲，不用着急。怀玉不答应这门婚事啊，是为了姚家那个姑娘。等儿子想个办法，让他断了这个念想就行了。你说你也是牛家儿子，他也是牛家儿子，他你们两个怎么就不一样的？老爷您坐。您放心，儿子一定把事情办好啊。李福哥，这可是这些可都是咱们家的宝贝啊，最最喜欢的，尤其是你这个，你们可得小心啊！把孩子们的慢点，布置好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别弄坏了啊！都静点心啊！思安，思安，慢点。在这儿住习惯了。这真要搬走，这心里还挺难受的。哎，全是身外之物，不必太在意，啊。好。刘家的人还真来捣乱了。哼，哎，李飞，刘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们搬家，我带点弟兄给你们打把手，怎么不欢迎吗？无赖！我要在报纸上公开你这种无赖行径。我保证，你的报道会非常精彩。给我砸！砸！住手！别动手！别动手！哥，牛家人走开！怀玉，你来干什么？哥，别再给牛家丢脸了，快走吧！把他拖走！这是硫酸，哥，你听好了，再不躲开，我就喝了他！别！你别胡来！我们走，都给我滚！好了，没事了，大家继续做事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走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快点啊！嘿，好嘞，走。成。哦，宝宝，曹小姐，真不是我说你，你呀、啊，也太委屈自个儿了。以前你不跟曾家争什么？可现在呢，也该争一争了，就冲这孩子，你也得争争。这孩子是你生的，是曾家的孙子，这就是本钱。凭着，你想要什么，曾家也得给。可是，我怕孙亚他会在家里受委屈的。可你的委屈谁管？你不为自己想，要为这孩子想一想啊。听我的，
先争名分，等曾家认下这孩子，再认下你，只要争下名分呐、往后的日子就争得下家产，不怕曾家不给。丽华，哎，哟，行啊，三少爷，缺啥买啥。是啊，不能让丽华和孩子受了委屈啊。哎，这话重听、以前啊就不说了，这往后啊可不能让曹小姐再受委屈了。她可是给你们曾家生了个大孙子呢。哎，宝宝，哎，你看还缺什么东西吗？缺啊，缺什么尽管说。不缺东西，宝宝，缺名分。孙亚，我以前是说过不在乎名分，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了，我要为我的孩子着想啊，我不可能一辈子做见不得人的外事吧。丽华，先不着急好吗？我不能不着急啊，眼看着孩子一天天大起来了，我不能等到他懂事之后才告诉他这一切吧。已经五天了都没看见孙雅了，他现在老不回家，在外头干些什么呢？他忙。他忙？可是我都问过罗彤了，说他很少去古董店，他到底在外头干些什么？孙雅，这两天干什么去了？怎么想气死我呀？妈，我正是怕您生气所以才不告诉您的，您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可我想知道。您还是不知道的好，我呀怕您生更大的气。那说出来我听听。我一直和曹丽华在一起。他真的没有走？他在哪里？那个小贱人在哪里？妈，你以后别再骂他了。再怎么说，他现在已经替您生了孙子了，他是您孙子的母亲了。您要是再骂他小贱人的话，不太合适吧？你说什么？那个小贱人他得逞了？您啊，原本就不应该把他赶出去。我一直在照顾他，从香港回来也是为了他。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我要是不管他是不可能的，做人要有良心。站住！你现在想要干什么？妈，既然事情我已经挑明了，我也就轻松多了。现在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照顾曹丽华。你还说自己有良心，你怎么跟木兰交代？木兰早知道我和曹丽华在一起。我是知道，我不告诉你是怕你生气。妈，妈，妈，你们都快把我气疯了。你们找谁呀、曹丽华住这儿吗？我们两个来看看她。你们找错了。华大嫂，让他们进来吧。
奶请。三少奶奶请。喝杯热茶吧，这间屋子又小又冷。你不用忙了。你看，我刚才手都抖了，我想，三少奶奶一定是来找我算账的吧？算什么账？过去的事情，我也不想再提了。我今天来这儿，主要是想看看孩子。在里面，过来吧。大少奶奶，三少奶奶，你看我的儿子，不管是眼睛、鼻子还是耳朵，跟三少也太像了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别说，还真跟孙亚长得一样。曹小姐，是这样的，孩子的奶奶想看看孩子，我们先把他抱回去，让奶奶先看看，看完了之后再给你抱回来。孩子的奶奶看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那可不行，太太要是看了一准肯定不让她回来了。小姐买把香吧。事情越闹越大了，现在又有了孩子更是麻烦。木兰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别哭了啊。哎，丽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们来过了，我要搬家。啊？谁来过了？大少奶奶和三少奶奶。他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明着是看孩子的，谁知道他们有什么目的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怕他们把孩子抢走啊。哎，丽华，用不着搬。孩子是你生下来的，他们可以不认，也没有从你身边把孩子抢走的道理。放心吧，啊。对，如果他们敢来抢孩子的话，我就跟他们拼了。我看你也不用着急，说不定是件好事呢。我一直盼着能有个孙子，你不也一直盼着能早点抱孙子吗？儿孙缠膝乃人生一大乐事，现在有了，以后有孙子了，你不必烦恼了。孙子我可以认他，可是那个女人我无论如何不会认的。你看看她满脸的狐媚之相，败家之气，她要是进了曾家，那就是一场灾难。再说这样也对木兰不公。木兰是正房，那姓曹的即便进了曾家，他也是偏房。你看什么正房偏房的？老爷，你是想让你的儿子步你的后尘？您不知道吗？偏房会给正房带来多少痛苦和烦恼？一个女人最好的时光，绝不能在痛苦中度过。我就是这么走过来了，我绝不会再让木兰这么走进去。老爷，我求求你，以后再也不要跟我提什么正房和偏房了，好吗？好好好，不提，以后不提了。当然，孙子，他是我们曾家的骨血，这应该要过来的。再说我们曾家的孙子，怎么能放在小贱人的身边呢？他肯定不会愿意给的。不给？就是抢，也要把孙子给抢回来。你们干什么？太太吩咐，这是曾家的孩子，太太要把孙子接回府上去。这孩子是我生的，太太不认我，又何必认这个孩子？这是太太的吩咐，我们做下人的只能服从。你们敢动这个孩子，我就跟你们拼了。曹丽华，我劝你不要乱来啊，
没惊着孩子。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啊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的孩子！快，阿福，他要了命啊！阿福，要命！阿福，起来，起来，放开我！阿福，要了命！阿福，还我的儿子，还我的儿子呀！阿福，要了命！我看你在曾家曾经待过的份上，我劝啊，不要再闹了啊！小胳膊拧不过大腿，罗管家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儿子还给我吧！求求你把儿子还给我吧！哎呀，你的儿子那是曾家的孙子，你呀就认命吧。哎呦，吃饱了！爹爹，我抱抱。哎呀，吃饱了，快让我抱抱。哎，好。哎呦，真可爱呀、啊，抱抱。哦，乖啊。嗯，你看这孩子长得，简直呀，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孙亚。来，让奶奶抱，让奶奶抱，让奶奶抱抱，让奶奶抱抱。哦，乖哟。嗯，香香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孩子怎么了？对呀。哦，哎，怎么了？我不哭，不哭，不哭。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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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不哭不哭，爸。哎呦，啊，这孩子啊，让我来养啊，准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啊。哦，来来来，让我看看。来，让爷爷看看。哦，真可爱。爷爷起个名吧。哎，早起好了。嗯，起好了。哎，怎么了我的手？ 你这手怎么了？啊，曾博文，好名字，好名字，博文。哎，好听好听。三少奶奶，你没去看看孩子呀？我在曹小姐家见过了。谁家的孩子啊，就是像谁，那小模样一看就是三少爷的儿子。你在乱说什么？你没看见我在收拾东西吗？小姐，对不起，那我来帮你。小姐，你别生我的气。我没在生你的气，我现在是我自己的亲，我也不该骂你，可是我心里难过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怎样的一个女人，你应该知道。这么全心全意的待他，他在外面女人也有了，孩子也有了，你听听这个声音，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。别哭了。都是谁把孩子抢走的？罗管家、马婆婆、李婶还有王妈，这帮老不死的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？我去把孩子抢回来。哎，三少爷，三少爷，你先回来。俗话说得好，急事缓办，省得越闹越僵。这么着，你先回去劝劝你妈，看在孙子的份上，把曹小姐接回去。只要小姐回去了，这事情就好办了。太太肯定是不让我回去的，我也不想回去，我只是想要回自己的孩子而已。花大嫂，如果我真的死了的话，
你可以帮我照顾孩子吗？什么死不死的，现在应该想想孩子。要不这么着，我跟你回去，女人跟女人好说话，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把孩子抱回来。哦，乖啊，不哭啊，乖啊。哦，你是谁？夫人，我是曹小姐的房东，也算是她的姐姐。乖呀，自然我没有权利干涉你们家的私事，但俗话说得好，当事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自然这个孩子是曾家的，理应留在曾家，可是母子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呀，要把孩子留在府上，你应该把孩子的母亲接回来，让孩子的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。你是说让那小贱人再回到我们曾府来？夫人，你也是做母亲的女人，应该替你的儿媳妇想想。儿媳妇？啊，你是在说那个女人是我的儿媳妇？嗯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一切都是休想。夫人，好，既然您不同意曹丽华进府，那我就把孩子接回去。哎，乖，哦，好乖啊，乖啊。来，给我。孙亚，你干嘛？哎，不行啊，你不会抱，你这样抱孩子不行啊。哎呦，孙亚，你在做什么呀？给我。来人呐。是，太太，上。你们干什么？走开！怎么回事？三少爷，三少爷，你给我走开！三少爷，走开！哎呀，放手！孩子给我，给我，放手！给我，给我！三少爷，给我孩子，给我！我不哭，不哭，没事，没事。给我孩子！给！哎，妈，木兰带着艾香跑回娘家去了，她说她要在娘家住一阵子。千万娇，这是你干的好事。我要离婚，和杨木兰离婚。我要娶曹丽华为妻，不管你们认不认，我都要和她在一起。你休想！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休想！曾家怎么会这样？当初求亲的时候，他可是下了跪的。现在可倒好，让我们的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这怎么说？这曾家也太不像话了。木兰，你就在家里住下，看看曾家还会怎么待你。木兰，你过来一下。这是爸爸用老院子换回的一箱甲骨当中的一块，你看看这两个字，你应该能明白的。一个字是地，一个字是圆。对，这地怎么转都是圆的，不会是方的。小姐，二大小姐来看您来了。你呀，不要每次都叫我二大小姐，听了我都想笑出来。府上的小姐多，让我怎么叫好呢？加个大字能分出等次来。大大小姐是木兰姐，二大小姐是您，别人都是小姐。好了，甜妹。红叶，你看这甜妹比你会周旋呢。二大小姐，请问有何贵干？我听说你在三山庵抽到一只怪签，所以我特地来看看。小姐自从抽回了这只签就一直没有吃好。到底是什么签？让我看看吧。芬芳过后总成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也解不了，我不知道会应验在什么地方。
就是一个空字，就足以让我心神不安了。你和蝶飞最近怎么样？自从他到了海关去工作，就再也没有来看过我。没准啊，他早把我这个人给忘了。你是新来的？是，我刚来没几天。谁介绍你来的？是孔太太介绍我来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戴芬，黛玉的黛，芬芳的芬。从来就否